怎么样，三天了，想明白了吗？您的意思我能理解，但是我可是你要知道，我更是你的父亲。我的理想破灭了，现在需要你去替我寻找新的希望，你懂吗？十分钟以后，下面有一个黄包车在等你，你坐上那个黄包车，有人会带你去见你该见的人，忘记你的过去，开始你全新的生活。记住，从此以后永远不要来找我。带上这本书，保证药到病。谢谢您啊！谢谢您。哎，哎，去去去，走走走，快走！哎，哎，哎，这位爷，您抓服什么药啊？你都不问我得什么病，就给我抓药？啊，你看，我糊涂了，忙晕了。哎，我先给您号号脉。小子，你哪儿来的？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在这儿做买卖，跟黑爷我打招呼了吗？啊？哦，哈哈哈！原来您就是黑爷呀，久仰久仰，小的这不是刚到贵地，还没来得及拜码头呢。少废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规矩吗？哦，我都懂的。就是这两天没开张，您再宽限两天，宽限两天，宽限两天。哎哎哎
宽限不了。没钱你还做什么买卖？我没钱你他娘的就别做了。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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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走，张开！大哥，请。媳妇儿，他妈的，儿子打老子！奶奶的！哎呦，车来了，车来了！
王小姐。
说我干了。孙副官，不是不相信，龟先生说了，这件事一定要保险。我只不过是在保险上加了一把锁。你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小芳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具体怎么做，你心里边清楚。走。你怎么还来我这儿？先生，我又回来是想请求您跟我一块儿走。我从邓老板那儿得到消息，郡统局可能会不利于您，所以我担心您。你不用担心我，我的事儿不用你管。孙德亮，让他上来。是。你先回避一下。进来吧。啊，德亮啊，先生，我不是说过吗？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不要来找我。
你必须跟我划清界限，否则会连累你的。我知道，我只是想再来看看先生。坐。德亮，你跟着我也有10年了吧？啊，是。再过一个月就整10年了。时间真快呀。不说别的了，你陪我喝杯酒。为什么会是你？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他们抓了小芳，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是你。先生，不用说了，死在你的手里比死在那些走狗的手里强得多。你答应我一件事。不好，小雨，我一定会的。
peut s'effondrer et la terre devient s'ébrouler. Peu m'importe si tu m'aimes, je me fous du monde entier. Je n'y ai pas.陪我喝酒，倒酒。先生，这位小姐已经喝了很多了，这首歌也点了十来遍了，再不走，我这的客人也快走光了。我要听。我要听。J'irai décrocher la lune, j'irai voler la fortune, si tu me le demandais. Je renierai ma patrie, je renierai mes amis, si tu me le demandais. On peut bien rire de moi, je ferai n'importe quoi, si tu me le demandais. Si un jour, la vie t'arrache à moi.Que tu sois loin de moi, que m'importe si tu m'aimes, par moi je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好。小玉，好好睡一觉，明天醒过来之后一切都会好的。我怕我的夜太